哇，收到一个包裹，来自美国，全部都是英文的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来，打开看一下哈、哦。噔噔，哦，阿信的帽子哎，哇，好棒哦，这个材质，全棉的感觉，还蛮好戴的哦。等下试戴一下好了，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哦。是水壶哎，游戏里面出现那个牌子啊，然后这个还蛮好携带的，然后这个是橡胶的这个口，可以这样打开，可以喝，然后我看一下这个怎么开，哇，就这样打开了，酷，然后呢，里面还有两件衣服的样子。哇，新的衣服哦，它做的有点像那个条纹的那种感觉。来看一下里面的样子哦。哇，这材质就是不一样，全棉的。哇，超大的阿星，看一下这里面的衣服。哇，也是一个超大阿信的 logo 啊！看一下里面，当当，哇，好棒哦，开心开心，这个超大的阿信礼物，对啊，cool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按个赞，记得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